师好，叶丹老师好。喂，主持人好老。真的吗？今天你在，好强。就特别随便乱串了一下。就没有乱串，很专业。很专业吗？我们可以靠近一点，来啊来啊，因为毕竟是吃东西。你有今天吃晚餐了吗？我。然后现在是几点？现在应该差不多半夜吧。我今天先帮你推荐的这一道呢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上海月饼。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上海，所以上海你知道月饼是每，就每个地方也是有月饼的，但上海的鲜肉月饼很厉害。鲜肉月饼。对，然后它要热的时候吃就超好吃。对，因为一定要鲜嘛。好，然后这个很厉害，有没有觉得它的长相？这个是有点千层酥的样子。是，它长得像一只蝴蝶。大型的千层酥蝴蝶。是的，你知道为什么说它很特别？因为这个蝴蝶酥在上海是你要排一整天才能买得到的。真的吗？对。这是你平常爱吃的东西。是特别为，对，特别为你准备的。你知道我喜欢吃这种吗？哦，真的吗？对，你看哈，是容易开心的，容易开心。那这个就更开心啊！是什么？你大哥的。我大哥？对，你确定哪个大哥？蜜桃油甘茶，我大哥。你大哥？我大哥好多。有的我大哥。哦，有五位大哥的那个。五位大哥。哦。哦。这是一支乐队是吗？对，一支乐队。哦，五月天阿信的 Stereo。五月的，你干嘛？后面。五月天阿信的，是吧？那我们在上海还精心特地准备了更加厉害的礼物给你。不愧是老板大哥本人来到现场，欢迎。好，没有。螃蟹吗？它是海蟹，它是海蟹。你爱吃海鲜吗？我非常，我的主食就是海鲜。卤螃蟹，卤螃蟹。然后呢，这还有一个狮子，所以冰姐这是狮子吗？对，真的。那叫谢谢狮子乐团。谢谢狮子乐团。阿飞的小蝴蝶。得分，得分。我不愿看见你独自离去的身影，把我回忆的不求见你手掌。